钱，那上好嘛，对不？各位，免钱的最贵啦，好不好？来，金币人，碎啦，白啃啦，各位，白啃啦，金币人，他的名字叫白啃，还有不是叫白痴，哦嘎仔，白啃，姓白还不错啦。不要叫白痴就好了，差一点啦 OK 啦，各位送我们的来了金币人，有没有白肯？真的是啊，漂亮啦。那我们就招揽他了，招揽15年白肯先生，有没有？这他就是一个金币人啦，有没有？成功了。好，然后现在呢，你就是有没有我们这个卡投手的部分，14年这个就先推到后面去，白肯先生直接上来。然后呢，你要直接怎么样？哎，我们这边好像有一个三阶段的成长券，对，我们就直接给他用了，有没有？直接他就是蹦蹦蹦，有没有？连三跳，连三跳。然后接下来就是五，爆炸性的成长，50000块给他 ，Go， 完美。OK，Yes，、okay, 各位 ，Perfect，Perfect， 跟我念一次 ，Follow me， 跟我念一次 ，Perfect， 完美。接下来这个再下去就不得了啦，就五完美了，他的潜力就出来啦。各位观众 ，Perfect， 成功没有关系，不成功变成人，再来哦 ，Perfect。给他一张券好不好？给他一张券就好了。哎呦，拉扯，没关系哈，关掉再来开一次。Perfect。有点难度，没有关系，再来。哎呦，吼吼。他现在是开始要开始跟我这个玩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卖过辣茶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把你放到先发投手，先发投手就不要辣茶了哈。各位观众，完美，有了，还是没有，有难度嘞，这有难度啊。那看来我们只能请出大法了，叫完美大法，各位，完美大法，好不好？来，让我们请出完美大法。OK， Go， 有了，啊有还是没有？他现在在有点在浪费我的券，有了啦，啊有还是没有？哎，这要过，这要过，不然大家看笑话。还是没有哎、欸欸，跳出来，跳出来，再进来，再进来。哦呦，还是没有嘞。这，你看各位，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新手，你玩这个极限突破卷有没有完美？哇塞，那你看你要买几包啊？这放到保管箱，放保管箱再把它拉出来。白先生，加油好不好？加油！哎呦呦呦！哎呦呦呦呦！过、哦！哇塞，还是没有哎、欸，这白先生真的是。不要太白目哦，我跟你讲，白先生啊、哦，来，扯一下哈、哦，拜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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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Lady Go， 有了啦，有了，哎呦，还是没有呢，还是没有，还是没有，第五阶段完美的时候，所有能力值加4，有了啦，哎呦，
终于啊，几张？十张券是不是？是不是十张？十张券哈，十张券，十张券没关系，五等就够了。接下来他要吃什么？他要吃芝士。来，芝士校正，变更发型。白仙在哪里？白肯白仙。哎，白仙，哎，白仙在这边。白仙，我们先给他一个林塞肯的头发，好不好？看起来蛮帅，林塞肯。啊 ，OK 啦，看起来怎么像个猫头鹰呢、啊？看起来有点像猫头鹰。好啦，没关系啦，先给他林塞肯。然后接下来要球种训练啊，但是我没卷，没关系，到时候我们再打。我们先试试看别的哈。特殊训练，特殊训练是什么？知识校正，对，知识校正。知识校正的话，我这边有一个右头的 Jordan Warden， 这个姿势不错，我们来训练看看，好吧？训练看看。来 ，Lady Go。啊，有第二张就爆了，真是 shit。好歹撑到后面去嘛，来廖宇辰呐，好不好？廖宇辰，这个要够哦，哦，过廖。过廖宇辰，大家就开心了哈。Lady， 一、二、三，过。我感觉是有机会的，因为为什么兄弟会传授到兄弟，兄弟魂就在这边就会诞生出来。各位注意看，廖宇辰他的精神就会在我白先生的身上表露无遗。仔细看。OK， 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没有，那怎么办？那这样子的话，我是怎么样？我是要去买，是不是？这搞卡真的是很累人呢。乔丹，哎呦，这个要70万哦，这么贵哦。好啦，先买一张70万，没关系。哎呦，还卖出，还有人跟我抢70万，还有人要跟我抢，太扯了。70万还有人跟我抢，这什么游戏啊？有这么多人玩吗？廖宇辰，哎，这个45万，赶快先买，嘿嘿嘿嘿，哎，40万，赶快买。47万，便宜便宜便宜啊！廖宇辰右头下钩不错，47万赶快买。好，先这样，先这样，先买这些，先买这些。我先把卡做好，各位卡做好才能出去打球啊，不然会输啊！我不喜欢输的感觉，各位知道吧？所以各位这个稍微哈、哦、忍耐一下哈、哦，姿势校正。来，廖宇辰，我们这边有4张了，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他的姿势先把它搞出来，对不对？哎呦！又爆了！天哪！哦，不要这样子嘛，好不好？大家过一下。有机会啦，各位，这张有机会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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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K。继续坚持，继续坚持，有了，各位，感觉来了，过 ，yes，fuck， 在最后一步，他给我玩我，没有关系，今天我让你玩，明天我就玩你，请问我要怎么玩？我也不知道怎么玩的。
这一张也是有机会哦。拜下哦，这四张一定要过了，拜托拜托拜托了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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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！我靠！我靠！各位，我背完了，我算是背完了，我算是背完了。这个放到，这还没办法放购物车，我购物车。张志豪先买一下，陈家驹先买一下，好不好？这先删除，这先删除，对，这先删除。哎呦，没有过呢。那我这样的话，我只能再去买啊。49万 ，OK， 买。哎呦，糟糕！现在这变五十几万，52万，好，可以啊，先降，52万，55万以上我们就不买，好不好？55万以上就不买。好，先降，先按呢。投手姿势，来1、2、3。10、100、1000万、10万、100万、1000万，还是1000万，还有1000万。哎呦，爆呢！他这样爆是什么意思啊？各位，告诉我他是什么意思？不可以这样子啊！今天是我玩游戏，不是游戏玩我啊！各位，如果你有一天你被游戏玩，那你就是很惨。有多惨？就像我这样子，知道吗？廖宇程过了啦，该过还是要过嘛，对不对？关关难过关关过啊，一步一脚印往前走，对，一直往前，一直往前，一步一脚印往前，对，没错，还剩两格，过。下一张，各位跟我一起祈祷，好不好？跟我一起祈祷哦，跟我一起祈祷，来，廖宇程上升，廖宇程上升。哦，虽然它难易度是很难的，但我希望它上升上升，拜切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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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了过了，有了，哇塞，这有这么难吗？这有这么难吗？这不过是一个右肩下头啊，这个也不是特殊姿势啊，是不是？这样子没过，对不起大家。有了啦，感觉来了啦。这张应该会过。有了。靠腰嘞。各位，来吃一张韦兰德，好，好惨哦！这么多张了，你看一张50万就好了，10张有没有500万呢？还没有，一个廖宇程还没过呢，这真的是蛮扯的。会被韦兰德一张过，我真是骂干哦。OK， 没有关系，没有过，对，没有过是对的。你要是一张给我过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脏话会飙出来的。好吧，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谁的姿势啊？六，这个六等不行的，不要乱弄。马摩尔是不是右侧头？哎，这个可以把它吃掉了，右侧头。马摩尔反正没用了，把它练姿势好了。哎呦，一直爆呢！各位，这游戏它一个这个要这么贵呢？安尼干掉，
欸，这样我可以去打春训了吗？还是不行？欸，我这样不能春训。各位告诉我为什么啊？因为两张纸卡，投手不行，投手要换。对，投手要换，这个投手也不行。你要换15年的先发投手了。我记得我好像有15年的先发投手啊。哦，是1314哦。那我还没有15。那我还必须要再去买一张啊。有各位，你看你搞一个队伍要搞这么久。15年的话，那你先发投手的话，你应该这个很简单啊，这个就是不用考虑啊，就是15年郑凯文啊。看一下我的保管箱有没有投手年度15年，哦，还好我没有买郑凯文，我嘎仔。那现在把投手放上来，有没有这样子？安内，好不好？安内就可以塞了，这样子就变15年了。然后你把它爆发一下，它这个要开充分休息。哎呦天哪，这个一格就开到，我跳街开不到，是太扯了吧这个。三级跳一下，这会不会直接就五等？这个600点是老兵，600点老兵，那等一下也把老兵一下。好，出此一次。哦，这个时段有锁，你看等级也很难升，你们看到各位，等级也很难升哦，这等级有难升哦，马西用4等就好，跟各位讲4等就很强啊，连4等都不给我，这给我3等，这样子说不过去了。来吃一个老兵，哎呦，他不能吃4000点，我看看他吃什么。好，吃这个嘛，有没有？各位，按内点后啊，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四张、五张、六张、450，跳1.5倍就600了，对不对？直接过了。各位观众，1.5倍没有，450对不对？450，那你就再吃吧，再吃一张杨特啊，哎就多好啦，安尼好不好？是不是红卡老兵真的就是快？红卡老兵就是快，这样子是不是漂亮？然后你这边，哎，这边这个移过去，所以1125。那你还可以再带一些佣兵，你可以再带一些佣兵，有没有？把这两张移过去，你看这样是不是就很强了？对不对？我就用这些头把这些头手投就好了，1234566，就用这些头就好了。打者就是这样子。其实3等有点丑，欸，各位还是不要用3等啊，我给他一个5等。马甲先给他先来拼一下。哎呦，你看没有？喂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游戏就是这样子，他就是在锁你的等级跟你的潜力。你看。是不是白白浪费我一张 LB5 直接达成，不啰嗦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看得很生气。好，这样 OK 了，这边也 OK 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要还要带什么？还要带什么？15年的还要带什么？哎，欸，这边多一张这个，哎，中外野手。那我可以这样子吗？
安尼对不？投手这样子，对不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安尼？这样就对了。2015年的投手是不是都买到了？我们来看一下哈，邱秉睿有，关大元也有了。哦，罗国华啦，对啊，可以买个罗国华。蒋志贤，好，蒋志贤买一个，反正才1700而已。谢荣豪没有，看一下后面，后面的话蓝卡你还可以买。哇塞，连这个林克谦都还要3000多块钱，林姐还买不到，天哪！好啦好啦，这个林克谦给他买上去啦，等一下换卡时可以顺便用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这边会有这么多卡片？哦，刚刚叫上来的用不到，来蒋志贤带上去，陈家驹带上去。张志豪，哦，张志豪这边有，对不起，那张志豪收下来，1127应该可以，先来升级一下哈、哦。三个过之后，他这个后面就开始输，我们看到，所以这个时段千万不要升级。好，四等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四等可以了，先初始一次啊。反正这张卡我再慢慢把它补一补。各位不要小看这个调阵容啊，这个阵容也是需要时间的。所以你要组好一队也是要花个时间的，怪则2-3小时。